哎，突然跳到这儿是不是特别的突兀？对，我们就是要这种突兀的感觉。我们既然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结婚的喜悦，当然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墨尔本登记结婚的一些体验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在澳洲结婚呢，你可以像周杰伦那样办一个世纪婚礼，大操大办，也可以找一个有资质的司仪，然后带着你的两位好朋友作为证婚人，哪怕是12点一点，只要那个司仪同意，你到他家，他给你做一个见证，你们就可以原地结婚。然而我们呢，不想让这个婚礼这么大操大办，也不想让这个登记那么的随意，多少要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点点的记忆点，所以我们选择了在市政厅注册结婚，这也是很大一部分在澳洲的新人登记结婚的一个办法。在市政厅结婚，总体体验下来还是很有仪式感的。大概的流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两个决定要去结婚注册的时候，我就去市政厅的官方网站注册了自己的账号，根据他可以选的日子敲定一下你比较倾向的时间点。你选择好你喜欢的日子和时间之后呢，你就需要交一笔费用，这笔费用是450澳币。费用交好之后，他需要你在他的网站上下载一份表格，这个表格就是我们双方需要填的一个表格，基本上就是一些个人的信息。我们双方填好个人信息之后，你需要去到一个他认证的一个权威人那边吧，去让他帮你去签一下字。我们选择的是澳洲这边的医生，他的列表里还有像警察呀、政府官员啊这些有资质可以签名的人帮你去签字。文件签好字之后呢，你就需要以邮件的方式把文件发送给市政厅，然后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我们大概等待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刚好在我们的日子前一个月收到了他们的确定的邮件。他在邮件里会非常详细的告诉你你选择的时间和哪个房间都已经确认了，然后他会列得非常详细当天有哪些你需要注意的事项。邮件里还会提到你当天必须要带的，例如像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啊，包括刚刚填的表格，然后还有一些你个人需要用到的东西，例如戒指，他也会列出一些注意事项，例如像吃的喝的这种东西，他们是绝对禁止不允许带的。然后我们当天去到那儿以后呢，其实是特别的着急，我们是按照规定提前15分钟左右到达现场的。我们定的是12点整开始的仪式，我们大约是11点40分左右到的现场。到了现场以后呢，那个工作人员也就是那个司仪就拉着我和露露对流程，大约是11点50分，当时呢露露的一个朋友还有他的家人都没有进来，但是那个司仪就说我们必须要开始了，因为时间上来不及了。结果我们整一个登记的过程就在这么匆匆忙忙当中开始了，其中包括誓词啊、交换戒指啊之类的。大约在12点05分的时候整个仪式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快的。我们本来还想说啊，仪式结束的早，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在里面拍拍照，但是呢那个工作人员又以他们要找清洁人员来清洁这个房间为理由把我们从里面赶出来了。事后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说他们特别的注意，不想让太多的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待太久，这样的话他们会承担一些比较大的风险，所以他们更希望我们举行完仪式就马上离开。在离开市政厅以后呢，我们就在附近的地方拍了一些照。说到拍照呢，我们
刚好有朋友认识采风摄影的木艺小月啊，然后我之前也有大概浏览一些他拍过的视频，都非常的好看，然后刚好朋友认识，就通过加他的微信，然后预约到他当天来帮我们拍照。另外一位帅帅的小帅哥当天帮我们担任了摄影的这个角色，整体拍下来我觉得还蛮满意的。前面大家看到的那一段视频呢，有一部分的视频素材是由小哥哥提供的，还有一部分是江江自己来拍摄的，当然了，视频的剪辑还是由江江本人来操作的。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木艺小月和那位小哥哥给我们提供的摄影和拍照的服务啊，我们都很满意。拍完照以后呢，我们也按照中国结婚的流程请了当场的所有的朋友吃了一顿晚饭，虽然我们没有大的婚宴，但是朋友们聚一聚也是挺开心的，而且我们还很有仪式感的准备了喜糖，这个壳也是在淘宝买的，我感觉这个壳的质量还可以，样子也挺好看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